哎呀，老伙啊，那嘛对来，我敢是拄着变态跟踪狂啊！我今日就互你知影，什么叫做死里头顶一支刀，阿走！阿姨，阿公，我家对祖先讲话，这么红色，叫伊免烦恼夜市的代志。这是万一警方若是查到什么线索是对我不利的，我是不是应该提早做一挂准备才对？哎，阿你怎啊？是不是要害我？哎！够唔紧张？我报警了。多谢你出手，我都知啦。出去，我叫江超越，我是律师。原本是猫啊，咧去两猫鼠，结果抓到一只大鱼，愈来愈臭。你阿麦兄回到总共真乐观呢，应该这两天就当清醒啊。那是阿哥气回来之前，连王亚杰代志拢会撇空，袂当让你脱离着阮。是五六斤呢，这道菜哦，足够工的。爸，你真哩好食，好食到我会当加食几落碗饭呢。看起阿公要怀念伊真正的查某囝，我得把握时间，潜心落海去确定一下，安尼我才会当安心。陈老姐，哎呀，你先做会对来啊！你要找高山是海莲王啊？亚杰是从甲你有关系，已经两天过去了呢，死都要记着人，死我们要记着死呢！你给我解释啊你！你今日跟我做伙，就只解释清楚，我做你无可能放你走。